我今天，我们要用鲜血，啊，来证明、捍卫我们这个宣言一定要得到实现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今天，我用鲜血来证明我们可以。 兄弟姐妹们，我用我的鲜血，我今天用手指，我不能用这个手指头，我用这个，我咬掉我的手指的鲜血，就是要证明给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们未来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用我的鲜血，来捍卫我们追求的法治、自由、有尊严、有体面的中国。中国人叫遥指发誓，我今天先把誓言留在这里，好不好，兄弟姐妹们？ 我们要一定要干掉共产党，先生。This is Chinese the culture. We need to use the blood. You know, have our bodyguards is we are permitted. 兄弟姐妹们，我现在先不跳楼，留着命和大家一起来灭共。谢谢了，兄弟姐妹们。